感谢各位。哎，这么样鼓励。今天是我们老师的是65周年的舞台生活，不错。各级领导、各单位的同志是，以及爱好相声的同志，嗯，我们向大家啊感谢，哎，致敬。说相声全是北京人，哎。他出产在北京，哎，北京啊出产，嗯，天津是曲艺之乡，哎，这是不假，天津出人才，哎，是啊，嗯，很多的著名的演员，嗯，在观众当中有威信的，嗯，全是天津的，哎，都由天津到外地去的。你像那冯巩啊，是咱们天津的，天津的，不错。牛群，哎，他也是天津的，天津的，哎，是是，嗯。常贵田啊，是常宝华啊，这是天津的，哎，也是天津的。高英培，哦，这都知道，天津的。您看看啊，大山是天津，这是加拿大的，这加拿大呀，这怎么不是天津了？这都知道，哎，都知道是加拿大。相声尤其是表演当中，嗯，即便这个同志是外地的啊，在舞台上表演啊，也说普通话，哎，是是是，啊，北京人说话好听，哦，是吗？对人热情亲近，哦，都您呢，您呢的，哎，张嘴就是您。您吃饭了吗？嗯，您上班了吗？啊，您身体好啊？您看看，这么亲切，是是，这么口甜，嗯，不单说话好听啊，是吆喝都好听。吆唤，北京的做小买卖的，哦，就是小商贩，哎，商贩串胡同做小买卖，八根绳的，嚯，哦，那北京可是讲究啊，讲究吆唤，讲究是九腔十八调，棕绳翘扁的，卖什么的他不吆唤什么，哎，就是北京，哎，对呀，他卖这样东西啊，他在吆唤当中，嗯，您听不出来，哦。含蓄着给您介绍，这么说你有点研究啊？也学习过。哎，这么样，嗯，我要吆喝一个，你能够知道是卖什么的吗？正是在座的各位啊，你要有上句，嗯，我马上接下句，是吗？还告诉您这是卖什么的？哦，嗯，咱们互相研究一下，试试。你听这个啊，可以，北京的啊，哎，嗯，嘞，南瓜大地嘞，不错的嘞。你净吆唤，这是卖什么的呢？柿子。哦，卖柿子的。五粒，没有柿子俩字吆唤半天。哎，不错啊。粒啊，南瓜大的粒，南瓜那么大，色的粒，嗯，色了还换的粒，嗯，行啊。咱们天津卖柿子大口粮，哦，要到咱们是胡子马大嗓门，哦，那么一吆唤，吆唤特别热闹，哦，是吗？喝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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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行，有两下子，你看看，这第一个是让你蒙上来了，接着还来，你再听这卖什么的，你开始，哎，红的瓤儿好嘞，白的瓤儿好，嘴的瓤儿好大的块来，两个大来喝呀，喝，你这是卖什么的？西瓜，西瓜，这对，为什么他喝呢？这楼了，这个楼的还卖啊？咱们天津，咱们老乡卖西瓜啊，吆喝好听。嗯，是啊。劝业场后边啊，天津后门那儿，嗯，老同志们一回忆知道啊，是有个大胖子，哦，吆喝好哦，说您领着小孩由那儿路过得抱好了，为什么呢？要不给您吓着。哦，是啊，西瓜切得了，一吆喝，一吆喝，哎呦，嚯，一毛钱的。哇，这是玩命啊！这是天津，嗯，行，你再听这个呀，你来吧。喝了水嘞，大蜜桃哎，卖桃的，行啊，这没码。嗯，告诉您呢，啊，这叫苍蝇撂蹶子，这是小梯子。呵呵呵，你也甭这么教啊。二八勺的炒芝麻，这是小骨子油，俏皮话还不少呢。还有，你再听这个，可以。新来个铁嘞，包儿热的嘞，发面包儿又热了。哦，这卖包子的你也知道，这没门。你再听这个，你来吧。
哎，塞虎眼来、哎、樱桃，卖樱桃的，樱桃桑葚互卖当时，嗯，这没门。还有两大瓜嘞，山了红，哎，山了红，北京叫山了红、啊、天津叫红果。嗯，哎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来呀、啊、煎饼果子呀，我吆喝出来了。哎，这么样，哎，你吆喝我来接。我吆喝呢，嗯，还不吆喝北京的啊，因为你是北京人啊，吆喝我们天津的。哦，就是此地的。哎，一出门口一拐弯就瞧见了。嗯，我在天津待了大约快60年了，你说我什么不知道？你要接得上来，知道卖什么的。嗯，各位啊，干嘛？我给他磕头，干嘛？拜你为师。呵，你这叫枪火。你看看，这么样你就吆喝。嗯，如果我接不上来，不知道卖什么的，我磕头拜你为老师，说了就算。那惹定了，给各位敬个礼。哎，这干什么？帮个忙。为什么？你就记住了啊，他接不上来，您给他呱唧呱唧。哎，鼓掌干什么呢？您做个评议员、公证员。哦，这我明白了。哦，我接不上来，各位一鼓掌就算我栽了，证明您完了，磕头拜你为老师。对对，行嘞，您还别客气，行了，你就吆喝吧。注意啊，啊，一毛一对，来什么的这个？咦，好，连我都给你鼓掌。啊，真有本事，不敢说，一毛一堆，完了我崴泥了。哎，各位，我也很欢迎您，您还真鼓励的，还真鼓掌，您哪位鼓掌来着？您说这是卖什么的啊？你竟吆喝这个，那我吆喝你也不知道。你来呀、啊！哎，报园去，报园去，崴了瞧瞧吧，你了。哎，就这两件了，我给带瞧瞧了。什么乱七八糟？你什么毛病啊你？哎，啊，看看，就这个呀？哎，你吆喝那个上下句儿的，串胡同的那个？哦，大家都听过，特别熟悉的。哎，人人都知道的。听这个，你吆喝吧。卖大小小金鱼儿哦，黑瓷盆儿哦。哎呦，拐弯了。迎面饽饽馒头。走走走走，去。嗯，我你是。你怎么了？你这是啊？一个马俩尾巴呀！这回，嗯，你来一个马俩尾巴的，嗯，你听这个，你来，我也吆喝啊！吆喝，吆喝！江米小枣的切糕跟粽子，我呀，哦，两头你都给占了去了！你这回也两头占。行啊，你吆喝吧，我也两头占着。厅长，厅长，来吧，这得动脑子了啊！行啊，油炸的嘞，哎，果仁儿哦，卷圈儿哦，老虎豆哦，老虎呀，有老虎豆了啊！啊，你再吆喝，油炸的嘞，果仁儿哦，卷圈儿哦，老虎豆哦，炸虾没有？我看，哎呀，这油炸的可太多了啊！哎，你还敢吆喝吗？还敢接吗？你敢吆喝，我就敢接。行了，哎，你来吧。油炸的嘞，厅长、啊，你来吧。炸果仁啊，炸卷圈啊，炸老虎豆啊，炸虾米啊，炸素鱼啊，炸小螃蟹啊，炸蚂蚱呀、啊，炸果子啊，炸卷圈啊，炸果头啊，炸脆麻花啊。哎，别忙，还有呢，嘿嘿，炸糖麻花哦，炸丸子哦，炸豆腐哦，炸素帽哦，炸豆腐干哦，我想吃什么就炸什么吧。炸擀面棍儿哦，各位您给评议一下，哎，有炸擀面棍儿的吗？有啊，有，油炸擀面棍儿。烙饼卷擀面棍，我没听说过，你没吃过。哎，你那意思啊，想把我给窝到这儿？不是，嗯，不是，嗯，
因为过去做小买卖全讲吆喝。哎，这是不假。哎，有一种带艺术性的。哦，那你说卖什么的吆喝？里边有九腔十八调啊。你有多忙的事儿，人那儿路过啊，看这一吆喝，你得听两嗓子。哦，那是卖什么的呢？布艺行。哦，就是过去摆摊卖旧衣服的。对。卖布艺吗？全国各地都有。哦，是是。东北的布艺。嗯。山东的布艺，哦，山西的布艺，是河南的布艺，嗯，陕西的布艺，是大口的布艺啊，小口的布艺，哦，对口的布艺，是喝佛放屁的布艺，哇，分这么些样呢？北京的布艺好听哦，北京啊，两个人吆喝啊，是外面一伙计拿竹竿啊。给帮忙哦，不错。哎，接那下签。对对对，那可以，我给您接这下签。到这个冬季这个天啊，他卖什么皮袄？哎，这会儿正卖皮袄，北京叫皮袄。嗯，是。咱们天津叫皮袄。是是。北京的叫暖和啊，天津暖和。暖和。我说今儿天暖和。哎，是是。比昨天暖和多了。嗯，是是是。哎，来了试试啊，北京一吆喝。哎。哎，您就来一来吧，来来试试试试，这就好比那个皮袄了。哎，行嘞。这一件皮袄啊，原来当儿的不错，就这味儿，是这味儿吧？取的溜儿黑呀，是苦缎的面子儿吧？不错，九道弯儿，嗯，真像这个螺丝转儿啊？不错，上青下白啊，灯这儿一道黄，是起个名儿，嗯，三阳开泰儿的不错。穿上我这皮袄，您呐是三九的天儿，嗯，滴水成冰，哦，点水成冰，是您上冰地里睡觉去吧？哎，不错。上雪地里去打盹儿去吧？不错。你那怎么就会忘了冷了？皮袄暖和，把你给冻停了。停了，那要再冻呢，那就死了。哎，废话嘛，这不是。哎，这是北京的皮哦，是是。东北，哦，到东北啊，沈阳、长春、哈尔滨啊，不知您出差去不去？是是，现在还有，嗯，好听极了。哦，一吆喝跟那鼠来宝一样，一大套。哦，是是是，赶紧撬口。嗯。完了这一件儿啊，完了这一件儿，这个大花袄啊，嗯，这个大花袄怎么这么好？嗯，大哥这个买去给大嫂，嗯，大嫂那个穿上满街跑，一块大洋两锅枣。哎呀，这什么毛病啊？这个怎么样？哦，还有个漏腔。哎，嗯，还有一种吆喝好听的。哦，您说一说。卖布头的。哦，卖布头的。哎。这我可知道，你是背着个大包袱串胡同，是一吆喝都这味儿吗？您来了，买啥塞布头嘞？一百多，十二不多样，买几多苦粮去吧？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这个声音特别熟悉，是啊，都是咱们天津老乡。嗯，过去也讲究便民，哎，不错，背着包袱到胡同里啊，打开包袱一块一块的抖了，嗯，吆喝好听极了，是这一块呀，啊。来一块，嗯，不掉色的花样布，嗯，买起那小孩啊，做刀子嘴去不去？做屁股帘去？哦，要把他你花样操你妈，要好腿不溜，立刻里面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也不知道这。一吆喝快了就乱了，这是一种哦。您说这种卖布头的，我说这种卖布头的可是骗人的生意，错了，买卖不应当骗人。哦，过去旧社会，嗯，啊。就是骗人哦，怎么呢？他买的时候进来的布是整匹的哦，整批的来的，他卖的时候撕一块一块的哦，都给扯开了卖。跟您说布头哦，实际呢是撕开了的，多长的块？一丈五六哦，是是，可不耽误您材料哦，多大褂一件，嗯，裤褂够一身。呀，你看看，吆喝好听，三个人哦，仨人吆喝。哎，这是两个人，一边一个是他的伙计哦，瞪着那个布的犄角，对，
掌柜的吆唤。哦，掌柜的在当家。哎，掌柜的把那尺啊别在领子里头。哦，有尺不拿尺量布，那他要量尺寸呢？伸胳膊打讨。哦，按讨算，一讨五尺，两讨一丈。嗯，吆唤出来有腔有调，有折有板啊，跟唱一样。怎么样？你在这儿吆唤一下，我就去那小徒弟给您蹬那布的犄角接个下腔。对，您就来一来。这块拿过来，布拿过来先不卖。哦，摔一摔。是，卖拍卖拍。嗯，跟皮板一样。呵，喝那么一口水啊，喷一下。是。呵，这可不啊啊！你买家穿去。是，穿几年？嗯，你怎么洗它愣不掉色？头蓝漂白。废话呀。白的还掉色吗？咱先要个这个白的试试。哦，白色的。对对对，您就来来。哎，怎么哎一声啊？跟唱一样。哦，京剧啊，不叫板吗？哦，这也是叫板。对对对，拢人的耳音。对，您就来吧。哎，吆唤着卖拍了板。哦，吆唤着卖了，我就不得劲儿大。是喽，不要那一桩。对，来买这一桩啊。啊，桩桩件件，大不相同，那不一样儿大。是喽，瞧瞧这块布。对，看看了这个色儿啊，没有包边，没有色儿，没一个窟窿眼儿。哦，这是个什么色儿？它是，这是本色白呀、啊。白，这怎么这么白啊？那么白。是啊，怎么这么白啊？你说怎么那么白呢？那我哪知道啊？怎么这么白呀、啊？啊，西四头上雪，是那不让儿上霜，这不压了塞呢？头号的羊白面的白了，对，也是没他白呀、啊。是七僧赵子龙，哦，不让小罗成啊。哦，谁见过的雪白袍压在小马超啊？是，他没有他来白呀、啊。对，你买到家里去，怎么样？你甭摆单儿，那左背脸，你左门脸，你个左裤管去办了。是喽，金西有金晒，嘿，金铺有金盖。哦。金拉有金拽，是金灯有金踹。我这人怎么了？被窝有臭的。我啪，你踹他干嘛呢？他表示结实，表示好。十年哪八年都该不坏了没了。是喽，刮风也不痛。哦，下雨也不漏啊。哇，多么快的剪子都搅不动来呗。这什么布啊？钢板。钢板呐、啊。是搅不动了，搅不动，他想主意啊，怎么办呢？拿电锯锯，锯开了，用铆钉铆，铆好了，做得了两个礼拜就得。哦，由家里穿出来了。哎，这是锡箔锅炉，锅炉啊，锅炉成钉，就是吹嘘夸张。这块没卖出去，扔在一边，换一块，换的是换一块青色的。哦，青，吆唤不吆青的？那他吆唤黑。哦，黑的，怎么这么黑？是是，举出多少古人名来？嗯，跟讲故事一样。哦，先让价。哦，慢慢唠价。对。哦，你得帮忙。那我干嘛呢？喊着一点啊。喊什么呢？小本儿。哦，看令。是，别让了啊，别赔了。哦，只你一吆唤，我就说这个。对。哎，那就行了。哎，那块十块白，小本儿。这块十。看粒儿，咱们怎么别让了，别赔喽。桥本看粒儿，别让了，别吃错了药了。哎，这怎么说话？什么哪儿呢？我知道，多的你让价的时候，我就喊这几句。对，这位给你缓口气儿。好，你开始就吆唤吧。哎，那块十块白，嗯，这块十块黑呀、啊，黑，怎么这么黑？是，为什么那么黑呀、啊？嗯，真正烟熏灶，对，烟没尘没灰呀、啊，屎壳郎钻炕洞，没有他来黑呀、啊。哦，包公扎麻花，黑了个村儿的，怎么了这么狠？啊，气死疙瘩炭，是他不让锅底黑的这个偷了卤的烟灰就比不上他了。哦，怎么这么黑？是他七次猛张飞呀、啊，他不让黑李逵呀、啊。哦，亚塞，唐朝的黑镜得有山呐、啊。是喽，也是没他黑呀、啊。这东山松过炭，哦，我西是挖过煤呀、啊。是，我买过两天煤了，这不开过两天煤了，厂子送过两天煤了，这不当过两天。煤铺的二掌柜子卖了。对，也是没他黑呀、啊。是，他不提这种黑呀、啊。怎么样？咱这一张布，
是要得买不错，啊，但是甭管远处说了，哦，要往远处说啊，你就得坐火车。哇，你要不知道，嗯，去上一个线儿，对，过关电车道，是上了摸电车啊，买张电车票，哦，电车这么一绕，这不叮铃铃，当啷啷，就了到了北了，哪儿？好在北门，是下了摩电车呀，哦，你一直往北走，嗯，往东一拐弯，那是那这布衣街，对，一进西口，嗯，路那头一家，哦，那叫敦庆龙啊，不错，在门里边走了什么紧张元龙，那花着好了北了，是喽，台湾东边走，还有春季那跑了鸡，那瑞丽香的瑞福香，是，还有那么一家天香一的北了，对，山子归。在那儿啊，什么呀，捡这样的药啊，啊，捡这样的挑，是，这本是青啊玉那商标，银丹那石林不二丹，哦，起码三不怕，怎么呢，什么叫三不怕呀，是啊，不怕洗那不怕晒，怎么洗都不掉晒的，哦，要没这双布啊，嗯，挺少的价码在五毛六了半了，哦，它没有五毛六啊，是，你买不来了，怎么宽呢，怎么厚呢，怎么匀呢，怎么密呢，嗯，怎么加密呢，怎么好的，是喽，为什么卖这么贵呢，啊，挑肥是大，对，楼上楼下啊，电灯电话，嗯，人工吃是那找的要了呗了，是，唱演道的好，说什么念大罗里转，对，要么我出事在了杨身上耳单了，嗯，您别忘了这点他七座那口子大就七着点子八了，是喽，那位先生说啊，你卖五毛六，是，天大大大自那布了感觉怎么没了呗了，为什么三个灰子事啊，对呀，说一个样的布啊，啊，说一个样的价，是，说一个样的色儿，嗯，谁也不要小门脸那个小布摊那大道边那边小摊啊，嗯，像四合眼的这双拎骨头二的水不块的呗了，是喽，那位先生说啊，多少钱一尺，对呀，咱们了尖布啊，嗯，掏一掏尺，尊你听听尖的呗了，是，带着尺来量啊，对，没有带着尺怎么办，伸出胳膊你自己交着呗了，哦，一套五尺，对，两套一丈，是，三套一丈五啊，不够一丈六，哦，就得一丈四，听听，买到家里去，什么呀，大褂做一身，是，大褂做一件，嗯，剩下的零碎的布头呢，嗯，阴天下雨没有事儿啊，坐在屋里头不把子吗，嗯，他卖五毛六啊，我卖一毛八，哦，一尺一毛八，一丈一块八，是，四尺大四毛，对，四个三毛二，嗯，三毛二啊加四毛，七毛二加一块八，嗯，大洋是两块的五毛二的呗了，对，二分零二的不如算了他了，是喽，大洋你就给两块五毛单，两块五，给两块五，怎么样？心里别打鼓，是喽，你买的不算买，对，要是不算要啊，洋钱左包的还给我还单了，哦，这不来两块五，是，挑好成色，嗯。看好这双布啊，是，千万那别拿我们当做高粱摊儿卖的那装是外洋货了呗了，哦，到了高粱摊啊，是，你买了外洋货啊，哦，拿到家里去，是，你要一下水，哦，扔点绳上搭，是，就被大风刮，哦，汽车马车迫击炮机关枪飞毛腿导弹都追不上他，什么再不回子事 啊给刮跑了，这不来两块五，是，让去一毛钱，嗯，您给两块四，哦，这不来两块四，是，让两毛去两毛，您给两块钱，哦，这不两块钱呐，我狠了狠了吧，糟了糟了吧了，哦，两块来打洋就打破了他了，是了，您给一块九，哇，再给一块八，哦，我一块七了，一块六了，一块五了吧了，啊，再要不要给一块四的，敲板，我一块四。想去一毛钱，多少钱？您给一块三，看这儿。一毛钱，您给一块二。哦，再去一毛，您给一块一，赔了。一毛钱，您给一块钱，这不一块钱，那又还不要啊？让五毛去五毛，卖多少钱？白拿去了，这个白拿去了。